西亚女性妆群师，八岁就以童星身份出道，与王雪晶、小妮妮、金燕子等人组成少女组合出道。她和王雪晶独自合作演唱新年歌曲，每到农历新年都能听到，两人甜美的嗓音循环播放，成为新年必备神曲。长大后的妆群师身兼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身份，日前才刚刚结束明星真人秀的拍摄。她于28日上午开心发文透露，拍摄终于告一段落。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天，她的社群就发文公开死讯。据悉，妆群师在拍摄途中突然出现呼吸困难、手脚冰冷、嘴唇发紫的情况，且在救护车抵达现场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，确切死因则尚未公布。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，与她情同手足的王雪晶更连发好几条现实动态，表达了悲痛的情绪。